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nto One 周柯宇。哎，这里是 Into One 张家园，我的普通话非常的标准。我手里面这个人最近有没有染过头？我手里面这个人最近有没有染过头？好嘞，比较大，不是最大，他比较大。这个人平时爱讲话吗？挺爱讲话的，还挺爱笑的。如果我手里这位是个动物，那是什么动物？是不是很有劲？还行吧，对我来说。他那种力量在我的那种绝对力量面前还是不值得一提。我这个人有没有劲儿？有我劲儿大吗？我这完全不好使。博远啊，怪不得他吃整个像小熊耳朵。远哥你完全不好意思。 OK， 你猜吧，他唱中国文歌好听还是英文歌好听？真会滑，真会端水。他身材好不好？如果你想和他玩，你会去哪玩？游乐园吧，有那种过山车。真的？还有肌肉。嗯。喝酒。嗯。米卡。嗯。啊，米卡。那你为什么不跟他去打篮球？我对他初印象吧，这个地方小臂的劲儿特别大。然后还有第二个优点是，能吃啥我？哪能吃了？每天我都两餐。哪会夜宵有我？能给大家带来快乐。啊，这是不假。但是第二个，给我重新换一个来。我怎么就能吃了呢？第二个优点是，对了，猜这么简单就说不出来。啊，有的东西就是近在咫尺，完全就是想不起来。我夸周柯宇怎么夸呢？啊，首先，头发色比较脱俗，身高，然后也挺脱俗，也比挺脱。然后唱跳就是很适合唱跳，一开始他就是在我心里面唱跳的两个字的代言人。谢谢。长得没有蔡水源，就是，你看承认了，真好。OK， 这不行吗？祝你万事大吉。